在网络平台热播的电视剧《云栖传》，不知道有多少观众在追。该剧改编自网络小说《天才小毒妃》，作为一部古装爱情剧，电视剧汇集了鞠婧祎、张哲瀚、芈月、许佳琪、王佑硕、邵雪宗、林思义等新老演员。虽然没有上星播出，但是电视剧好评如潮，豆瓣评分也是高达6.5分。追着电视剧，不知道大家对于剧外演员的幕后镜头感不感兴趣？镜头小编就来分享一些幕后画面。看多了云栖、鞠婧祎和秦王张哲瀚在剧中甜蜜矜持的感情，其实私下里哪是这个样子？同为年轻演员的大家，除了紧张的拍戏任务，在电视剧片场也是生活丰富，常常嬉笑打闹。在没看电视剧之前，小编还是非常担心的，比较很多偶像明星演的电视剧实在不敢恭维，但追了几集以后就发现鞠婧祎确实让小编眼前一亮，且不说演技好不好，至少演绎的角色在这部电视剧中一点不违和，反倒觉得很贴合剧中的角色，和秦王的感情也能非常好的展现各个时段该有的情绪，确实的点个赞。很多有会员的小伙伴应该也看完大结局了，应该和小编差不多云里雾里，不是很喜欢。